错，还有一单的扣打，我感受到了，我们应该是会开开心心的保二结束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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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这边刚好保三，虽然保三很没有用。我觉得待会剧情会这样子演，就是我们待会，我觉得待会应该是会就是一次出个双蛋黄、三蛋黄之类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 FGO 里面看过三蛋黄，有没有想过？正常来讲，一个人会抽到双蛋黄的几率是固定的，他抽越多次，他就应该出现越多次双蛋黄。那我这个抽的次数这么多，差不多该轮到了，我那个临界值已经到了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左上角那个影片播了三分钟，我的石头也只持续了三分钟，也就是这个网咖的包台一分钟要价703块。如果要在这个网咖包一天的话，要101万。你懂这个含金量吗？我三分钟花掉了2110块，我都听到那个桂林仔跟我说时间要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最后一单吗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盘给开起来。308，也就是我只剩22抽吗？搞不好这就是我最后一单呢、啊。赌盘，各位，赌二的人在哪边？觉得我会这么多抽到两只人在哪边？有看到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这一个帮助。可惜我这22抽会再抽到两只。赌四的人可以准备收钱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给你们看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。赌二的人下班，赌二的人下班。从没有想过看人家抽卡可以看到破榜三号帮，那你也得撑过我这一个11抽啊！你知道11抽抽到一只角色的几率是多高吗？我曾经有做过一个实验，那就是50%有抽到或是没抽到。好像有人吓到哦，好像有人吓到哦，刚刚吓到人自己举手哦，主播请举手，举手，举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但你们不要回答，应该说我不想听到你们的回答，我这个问题就问我自己而已。现在好啦，保三啦。我问题都还没问，你们怎么知道问我要问啥？不要吵啦，没有要问你们啦。改订阅者聊天限制，聊表情符号限制。这聊天室真的很烦，我要狠狠的把你们甩到旁边。我先思考一下。可是这角色抽保五真的很傻逼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把这120颗石头按完？可是我觉得我把这120颗石头按完，我待会就会再按一下那个圣经石购入。我这120颗石头按下去以后，我会不会再多氪一单？会不会？我感觉会。为什么你们还可以一直讲话？吵屁吵啊！我把你们拉回来，我感觉放开你们继续聊天，比较左上角比较不会有人吵。如果我再氪一单，那我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？是不是就会再氪一单，然后就会把它抽到满？如果这是一个陷阱呢？如果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呢？我甘愿送骗吗？抽了后悔3天，不抽后悔3年。没有，上一个岩窟王我抽完以后后悔了3年，后来根本没用到。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，如果我这120颗石头抽下去抽到了，那不就好了吗？没错，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。所有或者一无所有，还有机会。Come on, 怎么可能你一个眯眼台的机会都没有？拿出30颗石头，再下一注。很怪，怎么连眯眼牌的机会都不给？干，这2000块要是丢在这个德州扑克，至少会让你眯好几手牌哎。他怎么连咪都不给咪啊？还是问我女朋友要不要抽？请，你决定要再氪一单吗？是你，你会再氪一单吗？这一只没有这么强，抽到了也不会用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抽吗？好像有呼符按一下。如果再氪一单，抽到一只，那你就要再氪一单，再等一单。
无比的怕的是，你说的这一个故事剧情可能还算是好的，最可怕的是我再磕一单，然后没抽到一只，没有抽到，那我岂不是损失了一单？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沉没成本？那我是不是又要再磕一单再抽？如果连续三单没有抽到，四单没有抽到，五单没有抽到，那你就是要破纪录了。没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打你、啊。你会打的。我不会，我梦里，我梦里会打你。怎么说？我觉得要再抽到两只，至少要再磕四单，大概8000。我女朋友给了我一个，我女朋友给了我一个摇头，什么意思？我睁大了双眼。她睁大了双眼给我摇了个头，摇头是说她觉得不止四单。你说她摇头是觉得我不会抽到，而不是说8000块就够，是不是？干你！还是我们这边就最后一单，我们打勾勾最后一单。如果这一单结束没抽到就算了，来打勾勾，最后一单。没抽到就算了，看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Thank God I'm blind。好，及时停损来。如果抽到怎么办？抽到再说。我们身为赌徒，从不怕抽到，怕的是没抽到。工程师检测到这一个人犹豫了很久才氪金，该给他来个保释，然后让他更尴尬了。那不就更尴尬了吗？他是不是5张会换衣服？不会，他不会换衣服，好不好？什么5张换衣服？他要脱半，他露出他的那个 feeling 给你吗？你中计了，兄弟！好像被检测到哎、欸，好像有工程师在偷看还怎么样的、欸？有没有可能这一单就完结啊？大结局，3条线。不从者带走。是不是因为我来了？是不是因为你来了？是因为你来了。抱一个。我来了。抱一个。我好棒啊！你好棒！太神了，庆！复仇成功！你们知道吗？上一次抽到34单的我跟这一次最大的差别什么吗？上次我旁边有个男人，这一次旁边有个女人。大家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要有一个什么女人，而不是男人啊。我只好跟各位说，哎呀，我没这么厉害啦。各位观众，终于我们把这个难看的 FGO 来。没有，他之前欠我的，这一次我才是复仇者，超级难看宝贝。谢谢大玩72个月，真的。宝五40单加这一次是47单，一只4.5单，4.7单，一只4.7单，好像没有很欧喂。47单？什么47单？没有，没有47单，就抽了个男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47单，还差这么多？没有47单，他还差这么多？没有。七单，他连肌肤都没有露哎、欸！有啦，还有露个脸呢，他有露个脸。刚刚谁跟我说再磕一单的？你们都是我的宝贝，今天很开心，我来送个订阅。不开心。抱歉，不送订阅了。对吧，咪咪酱 ，boss 啊，那你変態？哎、欸，咪咪酱天才，嗨，変態。啊 ？boss 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を。解除してルミちゃん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しな、しな、しな、しな。